Welcome back to Chinese Zero to Hero, where we offer complete video courses that take fresh beginners all the way to fluency, from HSK1 all the way to HSK6. From our HSK4 video course, we selected this lesson and made it available on YouTube for a limited time only. Enjoy. 首先想一想，怎么说 I used to study journalism, now I study law.记得我们在 HSK3 第七课学过以前这个字，所以可以说以前我学习新闻，现在我学习法律。而且在 HSK3 第13课我们也学过过去这个词，所以可以说过去我学习新闻，现在我学习法律。另一个更好的说法就是原来，原来，原来的意思是 originally， 原来我学习新闻，现在我学习法律。或者本来，本来我学习新闻，现在我学习法律。原来本来意思都是最开始的时候，以前。Originally, the way things used to be, literally in the beginning.我们知道昨天、明天、上午、两小时前，这些都是时间短语，就是 time phrase。原来、本来也可以是时间短语 time phrase。这是句子的结构，原来或者本来作为时间短语。比方说，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本来最快差不多需要12个小时。现在有了高铁，五个小时就能到。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 ,taking the train from Beijing to Shanghai, 本来最快差不多需要12个小时。Originally, even the fastest would take around 12 hours. 现在有了高铁 ,and now we have the high-speed rail, 五个小时就能到。It takes as little as 5 hours. 或者用原来。原来最快差不多需要12个小时，是一样的。再看一个例子，原来的计划 ,the original plan, 原来的计划应该是两周，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完成 ,we can finish ahead of schedule, 提前 means ahead of schedule, 原来的计划应该是两周，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完成。或者用本来，本来的计划应该是两周，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完成。再看一个例子，这是它原来的颜色，不过现在已经穿了好几年，颜色都变了。或者用本来也可以，这是它本来的颜色 ,this is its original color。再看一个例子，它原来是汉语老师 ,she used to be a Chinese teacher。现在已经成了一名律师 ,now she's a lawyer. 或者用本来 ,she used to be a Chinese teacher, 她本来是汉语老师现在已经成了一名律师 ,now she became a lawyer. 再看一个例子，我家原来住在这儿附近，不过这里以前不像现在有这么多楼房。I used to live around here, but...There wasn't so many high-rise buildings around here before. 或者用本来，我家本来住这儿附近。我们练习一下。现在你在和中国的女孩子喝咖啡。那她对你说，你汉语这么好，以前是不是在中国学习过啊？你怎么回答呢？啊、你可以说是、啊、原来我在中国学习过汉语、啊、以前我在中国学习过汉语。这个同学以前在公园里跑步，可是呢现在他在学校里跑步，以前在公园跑步，现在在学校跑步。用原来怎么说？他原来经常去公园跑步，现在在学校里跑了。
或者用本来，他本来经常去公园跑步也可以。现在回答这个问题，最开始人们能想到网上购物会被这么多人接受吗？我们可以说，原来人们没想到网上购物会被这么多人接受，或者本来人们没想到网上购物会被这么多人接受。再看看这个句子，玛丽 ，that is Mary， 玛丽以前不是老师，而是律师。用原来怎么说？对，玛丽原来不是老师，而是律师。或者本来，玛丽本来不是老师，而是律师。回答这个问题，你的专业是什么？你一直都是这个专业吗？比方说，你可以回答，我原来的专业是新闻，现在我学习法律。还可以怎么说呢？对，用本来，我本来的专业是新闻，现在我学习法律。I used to major in journalism, but now I study law. 看看这个手机，这是以前的手机。以前的手机上网快吗？不快。那现在呢？快得多。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手机上网比原来快多了。现在手机上网比原来快多了。注意，这个时候不能用本来，不能说比本来快多了，只能是比原来快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只能用来说本来很好，本来学习法律，本来不会说汉语等等，不能说比本来。You can't use it as an object in a comparison like this. If you want to do it, you have to use 原来。现在看看这句话，我的手机上网很慢，我宾馆里没有 4G。But how do you say my phone's internet is really slow, and it turns out that my hotel has no 4G? 一开始你以为你宾馆里有 4G, 后来才知道没有。怎么说 ?It turns out. How do you express a newly discovered fact? 记得我们在 HSK3 第17课学过后来，还有第12课学过发现。所以我们可以说，我的电话上网很慢，后来我发现 ,later I discovered, 宾馆里没有 4G. Then it dawned on me that my hotel did not have 4G coverage. 那有没有更简单的说法呢？有，还是原来，我的电话上网很慢，原来 ,it turns out, 宾馆里没有 4G.Here, 原来 means you discovered a truth. The original truth has come to light. 这是句子的结构，原来加上一个句子， It turns out, or the truth comes out. 再看一个例子，马克一直等李明回电话， Mark was waiting for 李明's call. 可是呢，电话一晚上都没来， But the call never came the whole night.原来 ，it turns out， 李明把马克的电话号码记错了。It turned out he remembered the phone number wrong。再看一个例子，我还以为是谁帮我打扫房间呢，原来是你啊！注意 ，newly discovered fact 只能用原来，不能用本来。本来是你啊，这是不对的，不能这么说。我还以为是谁帮我打扫房间呢。I was wondering who cleaned my room. It turned out to be you. 本来是你啊，不行啊，要说原来是你啊，原来是你啊。
现在我们练习一下。马克怎么没来上课呢？他怎么了？对，原来他生病了。It turned out he's sick. 再来练习一下。A 说，我给你发了 email, 可是你没收到，怎么回事？然后 B 说，我把你的 email 记错了。用原来怎么说？对，原来我把你的 email 记错了。再看一个例子，我一直以为他在上海工作，他离开上海很久了。用原来怎么说呢？对，原来他离开上海很久了。我一直以为他在上海工作，原来他离开上海很久了，根本就不在上海了。最后，我们也记得，我们在语法 4.3.2 学过，本来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 It should have been that way the first place. 学生本来就不应该迟到。Students should never be late in the first place.现在我们复习一下原来和本来的不同用法。首先，原来和本来可以作为时间短语，意思是最开始的时候，以前。It means original, originally, or the way things used to be. 比如说，原来需要12个小时，本来需要12个小时。现在手机上网比原来快多了。但是这里不能说本来，不能说比本来快多了，只能说比原来快多了。记住，本来不可以做 comparative object。第二个用法是原来加上一个句子 ，It means it turns out the truth comes out。比如说电话上网很慢，原来宾馆里没有 4G。注意。说 newly discovered fact 的时候，只能说原来，不能用本来，不能说本来宾馆里没有 4G。 第三个用法是本来就， it means in the first place。 比如说学生本来就不应该迟到。注意 in the first place 只能用本来，不能用原来，不能说学生原来就不应该迟到，应该说本来就不应该迟到。好，现在请完成课本注释二下的练一练和比一比下面的做一做。If you found this lesson useful, you'll love our complete HSK4 video course, which includes 258 videos that will teach you 100 grammar points, 623 new words, and break down 58 difficult points in the texts. The course also comes with quizzes, interactive flashcards, and Chinese character worksheets.Our course uses a textbook called HSK4 Standard Course, which you need to buy from a bookstore. The first unit of each course is available as free preview. Just scroll down to the curriculum section and click Preview. To browse our collection of courses, click the square button on the screen. Keep in mind that once you buy a course, you will have it forever. Say goodbye to monthly subscription fees. Buy once, enjoy forever, plain and simple. The pricing is very affordable.Join us on the way to Chinese mastery, and I'll see you in the course.